哇，我们到了，很漂亮吧？对啊，这里也太漂亮了吧！我会骗你吗？我说到做到啊！你知道吗？大安森林公园被誉为台北市的都市之肺。那你可以为我们做导览吗？当然可以啊！那我们出来吧，小恶魔。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在新建时被称为七号公园。1994年3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，是当时台北市最大的公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园内有行人座椅、慢跑道、音乐舞台、凉亭，还有地下停车场。那你小恶魔，那你可以为我们更详细的做介绍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现在让我们欢迎我的好朋友小天使来为我们介绍吧。欢迎。欢迎小天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天使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安森林公园。大安森林公园主要分为竹林区、榕树区、香花区，还有水生植物区，还有啊带状林区、水池假山区，还有啊露天音乐台、儿童游戏区。还有大家都需要的停车场哦，也太美好了吧！都不禁让我想在那边度过一段假期呢。偷偷跟你说，我现在上网才知道，园区内鸟类有49种，哺乳类有3种，两栖类有4种，爬虫类有5种，以及3种鱼类，共64种脊椎动物，还有4种保育类动物，跟6种台湾特有种哦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波雷岛，小乌龟龟和小鸟鸟对着我微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天使。你们看那边一坨黑黑的，就是乌龟。池中间在摆动翅膀的，就是白色的鸭子。还有啊，整个树丛里都有一大堆大量的鸟群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。整个大安森林公园最重要的就是生态池了，上面有许多植物，还有大量的鸟群，还利用池子储存雨水，重视湿地原生物。他们啊，还从台大至生态池建了大湾草圳，给结合人文自然设计台北的健身房，可以运动跟休憩。这边竟然有游戏区呢！我们就让小恶魔来做介绍吧。这里是儿童游戏区，假日的时候好多人哦，有荡秋千、溜滑梯，还有沙坑。我以前还跟朋友在这边打过水枪呢。哇，这里也太美好了吧！我决定要搬来这里住了。我要赶快回家，把大安森林公园介绍给我的家人知道。记得哦，搭捷运淡水新一线到大安森林公园站，就能欣赏到这些美景哦。拜拜，拜拜。